这个太阳能这个光电能的一个系统我们会在我们的镇江会馆上面。那镇江会馆上面的话，我们大概会铺设成我们的图片上面的那个图形我们总共大概有等于是99 kW 那在一年呢、大概有10万度。那所谓的10万度大概就是可以减碳大概可以13吨。那么53吨的意义是什么？大概就是说，承诺就是说，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希望再生能源能够占我们整个能源的20%。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是很大的要决心来做不然是做不到。所以我想我们这当作一个起点。那我们希望这个起点之后，在绿能国会当一个起点，然后我们真正来做之后，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示范，我们让全国各个单位还有各个部门，大家能够体会到说，我们2025年真的要达到再生能源达到25%的这个目标，大家一起来努力，然后做一件好事。那我想说，在立法院能够有一个太阳国会的宣誓我们的绿能国会就在这边要开始启动，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是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立法院我们有48位成立立法院的永续发展促进会，那这个永续发展促进会呢，的委员大家共同来希望我们有一个国会，所以呢，我们现在